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Light of Macau Drone Gala, organized by the Macau Government Tourism Office. On the 4th, 11th, 18th, 20th, and 25th of December, five teams will perform two shows per night at 7 p.m. and 9:45 p.m., lighting up the sky here at Nam Bang Net. 演隊分別來自深圳、天津、廣州及北京的無人機編隊隊伍，將會為我哋帶來精彩嘅無人機表演。演唱配合背景音樂進行。同時，澳門電台 FM 1007亦會透過大氣電波同步播放音樂。觀賞表演時有更佳體驗。 Five drone formation teams from Shenzhen, Tianjin, Guangzhou, and Beijing will bring a spectacular drone shows performed with background music. Spectators can tune into Radio Macau channel FM 100.7 to synchronize music during the drone shows. 今晚有来自深圳嘅无人机编队队伍为我哋表演，主题系越享雾旅，内容有健康雾游、澳门旅游吉祥物、物物、体育、美食、勤澳合作。 Tonight, the Shenzhen Drone Formation Team will start us off by presenting their drone show. The theme is Embrace Your Journey in Macau. And the content of the drone show includes Healthy Tourism in Macau, Macau Tourism Mascot Mac Mac, Sports, Gastronomy, Cooperation between Hanjing and Macau, Elements of Celebration of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stablishment Day. Please enjoy. Embrace Your Journey in Macau.
是我们的热门旅游景点，希望疫情早日退去，大家可以安心出门旅游，一起推介多些朋友来澳门玩吧。澳门是安全宜游的城市，大家推荐更多的朋友来澳门玩吧。澳门具有中西合璧的独特文化，亦都有丰富精彩的活动，充分展现魅力澳门的形象。澳门充分地体现了魅力澳门的形象，既有中西合璧的独特文化，也有丰富精彩的活动。文青一族就可以沿住澳门历史城区参观西围建筑，充满活力的你亦都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节庆盛事。吃货一族当然就要尝尽澳门的特色美食啦，感受澳门无限食。无论你喜欢哪一种方式，记得要准备好相机，拍多些靓相和不同的人分享。噔噔噔噔，为大家介绍澳门旅游吉祥物乜乜，佢头顶已经戴上了圣诞帽，准备好带大家夜游澳门，感受节庆的欢乐气氛啦。这是澳门旅游吉祥物麦麦，他已经戴好圣诞帽，准备好带大家夜游澳门，感受节庆的欢乐气氛啦。第一站，我们会带大家游览澳门的地标大三巴牌坊。第二站，我们带大家游览澳门的地方大三巴牌坊。我们可以由这里出发，参观澳门历史城区的所有细微景点，逐个逐个影啊。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每年一度的体坛盛事，跟住落嚟我们就会为大家介绍每年一度的体坛盛事，就是澳门格兰戏字大赛车，一起感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这是我们澳门格兰皮子大赛车，感受一下赛道上的风驰电掣。大赛车呢，就是旅游加体育的跨界融合盛事，举办了68届，大家熟悉的东方洋赛道更加被誉为最具挑战性的城市赛道啊。下一站，我们带大家欣赏龙舟竞赛。赛龙舟已经被列入澳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这一站，我们来带大家欣赏龙舟竞赛。赛龙舟已经被列入澳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了，默默亦都化身成爬龙舟。龙舟赛事的活力气氛啊，开心玩乐之余，我们当然要尽情吃喝啦，等我们一起用舌尖寻找澳门之味啦。有没有见到我们天空上面好大块好大块的杏仁饼啊？快点擘大口咬佢一啖啦。天空上出现了非常大的杏仁饼，快点张开嘴巴把它吞下肚子吧。人名的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了澳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大家别忘了带酒回家作为伴手礼，给亲戚朋友们都来尝尝澳门的味道哦。重要重要，热辣辣的猪扒包，再配上杯香滑的奶茶，这些都是我们澳门的地道美食来的。当然少不了要吃上热腾腾的猪排包，再配一杯香滑的奶茶，这些澳门的地道美食一道都不能错过呀。澳门的美食呢，真是多到街头吃到街尾都吃不完的。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的这一碗呢就犀利了。澳门的美食的确是非常的厉害，这一碗很厉害的叫做竹升面。竹升面啊，一定可以令到你大饱口福的。竹升面的制作技巧也都已经被列入为澳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了。竹升面的制作技艺也被列为澳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哦。澳门作为美食之都，透过旅游加美食的跨界融合，由米芝莲餐厅去到街头小食，我们一起用美食感受澳门的魅力。澳门作为美食之都，透过旅游加美食的跨界融合，从米其林餐厅到街头小吃，我们一起用美食感受澳门的魅力吧。无人机开花城繁星点点，
我哋嘅夜空当中点缀住澳门嘅夜色，同时亦都出现咗两处互相交汇嘅光束，中间以走马灯嘅方式呈现含澳相融嘅文字。无人机幻化成了走马灯方式，呈现含澳相融的文字。随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新蓝图徐徐展开，作为澳门多元发展嘅重要战略规划，希望可以开拓更加多嘅机遇。展望澳门嘅未来，就好似色彩缤纷嘅猫猫，包罗万象。展望澳门的未来，就好像色彩缤纷嘅魔方，包罗万象。喺魔方周围环绕住嘅各色星星，分别意味住澳门重视中医药研发、文化体育、高新科技、现代金融以及会展商贸等等唔同嘅板块多元发展。环绕在魔方周围的星星，分别意味着澳门重视中医药研发、文化体育、高新科技、现代金融以及会展商贸等等共同的板块多元发展。各个唔同嘅领域充分咁发挥自身嘅经济价值，同时又紧密配合，互相推动，共同构建澳门整体嘅发展格局，汇聚所有力量，守护澳门嘅繁荣安定。无人机幻化成闪耀嘅星空，照耀住夜空，见证住澳门嘅发展同埋前瞻。随住时间嘅推移，无人机带我哋由1999年走到2021年。歷史記下了澳門回歸祖國22周年以來的輝煌成就。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從1999年走到2021年，歷史記下了澳門回歸祖國22周年以來的輝煌成就。一國兩制是騰飛的翅膀，引領著這個城市在世界的舞台上綻放。一国两制是腾飞的翅膀，引领着这个城市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嚟紧12月20日系澳门回归祖国嘅纪念日，到时亦都会有无人机嘅表演，同大家一齐热烈庆贺。而整个12月，澳门都充满住节庆嘅气氛，记得唔好错过2021澳门光影节嘅灯光装置、光雕表演同埋互动游戏。南環湖一帶灣和新口岸填海區、北區、下環區、中區、艇仔和路環市區等17個不同的地點去參與我們光影節的，記得攞定相機去打卡影相啦！在這裡多謝大家欣賞光遊澳門無人機表演盛會今晚的演出，安全澳遊，魅力澳門，我們會繼續為大家精彩的活动。我们12月20日夜晚再见啦！感谢大家欣赏澳游澳门无人机表演盛会今天晚上的演出。安全一游，魅力澳门，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活动。12月20日晚上再跟大家见面。Thank you everyone for joining us. See you next. See you.
位觀眾，今晚的無人機表演已經完畢，下一個表演將於12月20日，約定你們下星期一晚上7:00及9:45再在這裡跟大家見面。多謝觀賞，祝各位晚安。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concludes the drone show for tonight. The next show will be held on the 20th of December. See you on Saturday at 7 p.m. and 9:45 p.m.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Good night.